气水压压惊。可摸了汽水续命的男人真是可靠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白小峰找我，说有事情想和我聊。我和他出去兜兜风，可刚出门车就失控了。蓝英叔，你认识这个徽章吗？你问，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徽章？等等，让我看看。等等，我口袋里的这是。下午3点，前往城市外区。是白小峰的笔迹。白小峰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一起去看看你知道吗？先撤。